所有的那个车的手续都在这儿。现在咱们去税务大厅，第一步先交税。我总结了一下啊，房车顺利挂牌呢有几项，第一个就是车辆外表不要乱涂乱改，不要去添加一些东西，这样的话外观和内饰都符合了之后，就跟厂家出厂的不要动一致，直接就挂牌，非常简单。现在咱们去交税。这会儿是下午的1:15，咱们已经在这个交税大厅了。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给摩托车挂牌也是需要交税的啊，但是现在交税很方便了，然后在手机上有一个这个下载一个税税通，然后提前预约完了之后直接过来办理交税就可以了，非常的方便。今天就是把摩托车交上，然后把咱家房车的税也交上，两个车一起挂牌，然后这辆新房车呢就搁在5块钱名下了，省得他老不放心我一个人开着到处去，呵呵，这样的话他就能踏实点。现在新老师挂牌吧。在别地方挂牌咱搁咱这交税还不行吗？如果是在新老师以外的地方挂牌的话交税不好用。交税就得在哪挂牌上哪去交，这样挂牌才能好用生效。5块钱一下回到解放前了吧？又变成穷光蛋了。刚才他们说摩托车好像是125排量的就不用交税，现在再确认一下。对，这我找的。这个直接去派出所去申请一个。直接上牌就行了。不用交了是吧？谢谢。现在把摩托车骑到这个保险公司门口了，他们要把摩托车放在这个位置拍个照片。完事才可以上保险。这保什么险？这个？这是个交强险。只是个交强险。这样的就可以上牌了呗，哈。好了啊。走了，现在保险也交完了，两个车的保险，购置税，现在剩下的就是去挂牌了。对。还挺累的呀，挺忙到人的呀。好了，骑车回去，回到咱房车上。我跟我小鸭子。小鸭子。哎呀，今儿个又忙活了一天呢，甚是乏累呀。给你们看看，我现在搁哪呢？猜猜，咱把车停哪儿来了？这是那个，检测的，给车上线的地方。为了明天早上能够不排队，咱能第一个检，节省时间，所以说今天晚上我就住在这里不走了。现在他们已经下班了，明天一早睁开眼儿，咱们就直接上前面去排第一个啊，争取明天一天把全部完事儿，然后可以拿到牌照。哎呀，看看我的肉肉。你的肉肉都快死光了。谁说的？我肉肉现在可好了，再给你们看看我今晚上做的饭。哎呀，咕嘟咕嘟的，老有食欲了。咖喱土豆，一会儿就可以吃了。换这个车也大了，你看看，上面的电视，这5块钱又捣鼓啥呢？干啥呢？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。白茶呢？哎呀妈呀，这小情调，功夫茶都摆上了。行，再让你嘚瑟两天。你别那么说行吗？反正我是始终不爱开水烫，你让我走我也不走。给你扔下去。一会儿咱们就吃饭。车里面有一个小厨房，还是非常方便的。你看，像在这种情况就不能在外面做饭，然后车里面有一个小燃气灶就很方便，直接可以在车里，也不用下去。像这种菜呢，它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油烟，就是稍微冒点热气儿，然后我把窗户开开了，然后上面有油烟机，还是蛮方便的。油烟机没开，为了省电没开。烟没有什么味道。主要它没有什么味道，它就是冒点热气儿。前两天在营地里边，梅姐给我们做的咖喱那个土豆，挺好吃的，我也学着做了一个，不知道味道咋样啊。咕嘟咕嘟的。放盐了没？忘了。那你不能。
吃饱了喝得了，咱们追个剧，看完了就休息，然后明天接着办事儿，给车去挂牌，大结局了。好了，咱们睡觉吧，电视也演完了。